哎，蜘蛛没意义了。我操，杰斯就两炮，太夸张了。哎，不是。啊？没得说，没办法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哎，不是，这波随时干脆就挡下死了算了呀，别往后拉了。这个笑的会不会太轻蔑了？记了呀。说实话，这杰斯有点……刘少，刘少，你说这个露露是不是不敢放啊，刘少？啊，我想了一下，你三楼如果搬露露，对面三楼还是搬个奎桑提，山鸡又没英雄玩了呀，感觉。不是你，比如说你就真的这把游戏，你就开始就信邪，你就拿一手拿露露，你把那个厄斐琉斯给他们。说了，你这个要看队伍风格跟那个熟练度的呀。我感觉。记了。哇 ，EDG 这个阵容太强了，太克制 OMG 了。跟 EDG 打，跟 EDG 打上单真的没什么那个的，没什么用的。不用管上了，你三楼搬个露露，对面搬个奎桑提，三级应该又是玩个肉逼，下路应该。比如说你一拿露露，对面是不是拿别的嘛？给他拿嘛？你 AD 不是厄斐琉斯和那个都在外面吗？他赢的那一把就是对面没有露露啊，然后前面的比赛也是这样子的，我看了一下。我在想是不是他妈的一楼抢个侠，别搬那个位跟那个侠，就一楼抢个侠。他自己把侠加露应该也能，侠加露应该也能打露露吧。反正露露不能给对面，能打露露。露露不能给对面就完事儿。这 BB 看着就是赢不了。什么？下一场是几号？他们还有败者组。嗯，他们下一场是几号？打 BLG 八号。后天吧。也蛮难打。我感觉勾八京东 BLG 更难打 ，BLG 太平台。没事 ，BLG 没有露露。BLG 不玩露露是吧？前期的 BLG。行，散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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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解散就了，吃饭去了。